换个问法好了，那最近有喜欢的是什么时候？今天的规则呢，就是我完全都不知道这些问题是什么，都是麋鹿他们挑的。然后走开啦！如果我回答得出来的话，我就会尽量的回答你们。如果那个东西就是真的太秘密，真的回答不出来的话，就脱一件。不要，只有三件。真的回答不出来的话，那他们就会，我会被大家泼水。所以我们的 Q&A 就开始吧，来吧。第一题，请问艾丽莎莎交过几个男朋友？三个。第二题，好奇你的本名是什么？可以讲吗？那会不会人肉？我吗？跟韩国欧巴还有发展吗？哪一个？我知道了，他们是在说隔壁邻居。没有，好，很安全。男生什么特质最吸引你？要负责任，要有上进心。很烂。比较好，例如要长得像哪一个 YouTuber 的类型是你会喜欢的？我不喜欢 YouTuber。 没有，就随便选一个男 YouTuber， 哪一种类型是你会喜欢的？麋鹿。人也要入镜啊，换人来放在那里做。遇过最大的挫折是什么？现在我回答看我没有回答，你们都哭我感觉回忆太烂了啦。挫折前几天我的机票被华航取消了，那真的是我人生中最大挫折。十天的行程差点泡汤，又表一次华航，到底要表几百次？现在有喜欢的人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吗？真的没有，我发誓。换个问法好了，那最近有喜欢的是什么时候？去年也蛮近的，刚过两个月。哎呀，而且你们不能自己换提问，你要问小恶魔的问题，不是你自己有兴趣的问题。OK， 哪一任男友做什么事让你最感动的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我想到了，就是那个韩国前男友，他有次就是买了一个机票让我飞去韩国找他。第几题了啊？快点结束！39温泉不能泡太久，你知道吗？女人的三个秘密：三围、年龄、体重。年龄不能讲。好。三围。B， 你骗人！谎报！你谎报！我就没有 B。那你去问我的那个内衣专员。体重。48。这样会不会变很丑啊？好丑哦！没关系啦。第十题，自己赚的钱都是自己花吗？赚，没有，我买了妈妈去瑞士的机票，还帮妈妈订了7天瑞士的住宿。请问当 YouTuber 好赚吗？赚多少 ？YouTuber 多，多，多不多？还可以。我老实讲 ，YouTuber 的收益是高的，但是我们的消费也是高的，所以我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存款的状况，因为我会觉得就是要把全部赚到的钱都花在我的企划上面，就是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。对对对对，你们看到我就是去墨尔本什么之类的企划，就是真的是烧钱，虽然赚很多，可是就是会用掉，要不然也不可能有好看的影片可以看。对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现在突然发现 YouTuber 要缴税。对。连我的税都缴不出来。OK， 下一题。提了，我真的好热，好热，我快死了，快点啊！这题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题，非常的厉害。对男朋友鸡鸡尺寸的综合感想。我没有看过鸡鸡耶。现在准备好了。这个气泡会死人的。考上岸的时候，我眼睛已经发白了。干杯。 YouTuber 会不会有潜规则？你有朋友被潜规则过吗？没有。
那我今天如果想要跟三元准配一起合拍影片，然后就是变态先生就跟我说，好，那这样子你今天回家跟我睡一天，我明天就跟你拍一天，这是潜规则。有，就是呢，十分钟以上的影片可以插广告。你有什么怪癖吗？喂他的猫吃巧克力就吃。不是。我没有胃口的猫吃巧克力。贝拉呢？那早餐一定要吃咸的。这好无聊哦。其实早餐吃甜的，然后甜的早餐。但我妈有时候就会叫我吃什么那种燕麦优格，我真的很痛苦。如果你不是 YouTuber， 也不是恋爱大师，你会想做什么？泌尿科医生。因为可以看很多剧情。烈焰酒吧、camping bar， 因为我觉得台湾都没有，以前在韩国都有，然后台湾都没有，台湾人又超爱去韩国 camping， 所以我就觉得那干嘛不在台湾拍一个 camping bar？ 好热哦！压力大的时候都怎么？这样？怎么样才可以约你吃饭？我有时候会，如果是小恶魔的话，比如说我去巴黎，我就有征召说现在在巴黎的小恶魔，告诉我主题，像之前找约炮男之类的。这种时候你如果报名的话，我跟你一起拍，一定会请你吃饭。对对对对，所以就是参加我的企划，然后就可以吃饭。好，下一题我也蛮喜欢的。如果你的朋友是挂吗，你会劝他还是包容他？我没有朋友是挂吗？干嘛跟破麻做朋友啊？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。请问艾丽莎她最讨厌的 YouTuber？ 不要看我们两个，我不要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IG 还要发我。